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天，今天是2021 2月11号，然后是除夕夜，然后这个是晚上10点钟。那这一次命运之子啊，除了这个扭牛的活动齁，这个画面我把那个角色的脸放很大齁，其实我觉得这样还蛮有喜感的。然后这个2021的这个狂欢年的这个活动啊，送的算是蛮多，然后任务也很简单哦。基本上你只要获得一个一星的扭牛，那一星的扭牛呢，任务可以获得，然后你用金币抽也可以获得，然后就一路齁升到这个四星齁，四星就好。那升到四星之后呢，基本上所有的任务都解了，然后解完之后呢，其实也送的蛮多东西的，不论是搞玛瑙啊、水晶啊，还是这个核心。那再来就是加四齁，加四的话就是要自己吃自己。那在这个 Mission Pass 的活动啊，还有这个现在的一些活动齁，会送这个灵牛自选箱，但是灵牛自选箱我觉得先不要选齁，因为那个可以先等这个情人节的这个限时活动，因为情人节的限时活动啊，它会有这个抱歉了，我看一下是不是情人节的限时活动，我们看一下是啊这个啦，抱歉，特选召唤限时任务、哦、这个是一个月就会解完齁，这个就是每天他会送你十抽，所以说这个是为期27天，然后一共是抽了27次可以全部解完，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每天都有上线，每天点一次十抽就好。啊，如果说真的是有错过几天的话，你可能要花2700赚去十抽哦。好，那不管怎么样呢，他这边会送一个东西齁，叫做灵牛幸运箱。那会送什么不知道。那反正呢这个就是一样的牛吃自己嘛，就是这个加一加二加三加四。那这个吃到加四之后呢，这个阶段七的这个任务也算解完了。所以我觉得啊，这个任务其实不是很困难哦。那这个你可以看你的那个随机箱抽到什么东西，最后面再用自选箱来补一补。那这个自选箱也是 Mission Pass 的任务之一。好，那另外呢，这个召唤哦，这一次的这个装备啊，这个一天可以抽出三次的这个核心哦，这个东西，应该是1350水晶吧。我原先想说这个运气不是很好，不敢抽哦。可是这个核心实在是，核心我觉得实在是太划算了哈、哦。也没有说划算啊，你如果说运气很差一直抽不到当然不划算，但是因为说这个抽到一颗完整的核心齁，像我这几颗核心都是抽到的，一颗核心就是99个素材，然后再加上一个原生纸嘛，因为你从这个地方齁，如果说购买素材的话，你看我现在31个，然后我要买到99个，我需要再买68个，就要花到3400水晶，然后我还要选择一只原生的五星齁，原子的五星齁，你四星进化到五星的角色不行，所以等于是一只角色再加上核心素材，这样抽我觉得还蛮划算的。那这个活动是到几天啊，来看一下哦。哇，剩余零天哦，没有了，哇，只剩两天哦，齁，那所以说这个影片看到之后呢，我觉得可以抽一下啊，好可惜哦。那这样子也就是说我就是抽到了六个核心，那我现在这个培养的角色啊，因为这一次这个木属性的角色不能够点火，所以我也不能把我的这个怎么讲副本的角色亚巴顿这个点火，那不管怎么样就是存那个核心，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个挂机玩那个什么挂机玩那个二斗擂台，可是我玩那么久二斗擂台分数还是很低啊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而已齁，这个11611齁还排到很后面，可是我已经把这个齁这个怎么讲水球妹齁，水球妹她叫什么伊索德吗，剑远这个伊索德我看一下，好，星星伊索德我把它加到六星了，然后我还有六星的哭哭，还有六星的夏娃，应该不错吧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马福德特罗，但是因为它只有加二，然后我这个蛮心慢慢培养，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那这个活动的话我觉得不要错过，就是不过我的影片出来可能只剩下不到12个小时齁，因为这边这个活动实在是太少了齁，这个一天可以抽三个核心，我觉得真的不错。那另外这个2021啊，这边的活动也会送这个核心哦，不过他送的是素材，所以说你还需要花这个五星的这个原生纸哦，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那这个怎么讲呢？这个诸神任务呢，是我比较觉得要花时间哦，因为你还要怎么讲呢？你还要去打那个地下城，然后刷出副本王再打齁，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比之前那比世界王比起来的话，我觉得诸神这个会比较需要花一些时间哦。然后这个怎么讲，这个券的回复速度很快哦，只是说打王都很慢，不过这个命运之子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嘛。好，那影片就到这边了，然后祝大家这个牛年齁新年快乐，然后除夕夜跟大家拜个早年哦。OK, 好，那影片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